一星期一本书，再忙也不忘记充电。大家好，我是程浩，今天要和各位一起分享的这篇文章来自北阁小窗，你的脾气里藏着一生的风水。近期沈阳有一越野车撞上道路，引发了伤亡，原因是车上情侣起了争执，女方一怒之下用围巾勒住了男方，车子失控，随后两位肇事者被带走。两件事一出，挑事的乘客和动手的女方被骂惨了，原来脾气差这么可怕。所以你什么脾气就什么命，脾气决定人命里的格局和福报。王小波说过，人一切的痛苦本质上都是对自己无能的愤怒。越是没有见过世面的人，没有经历过风浪的人，情绪越激烈，他们以自我为中心，稍不如意就大发雷霆，工作上遇到一点麻烦就不耐烦发脾气，从不想着先着手解决问题，生活里碰到一点摩擦就要争个高下，最后弄得脸红脖子粗，失了风度。杜月笙有句话说得好，头等人有本事没脾气，二等人有本事有脾气，末等人没本事大脾气。有本事的人才懒得发脾气，在他们看来，在发脾气上浪费的时间比发脾气本身更有意义。去年综艺《中国有嘻哈》大火，冠军之一盖也得名获利。前段时间网上出现辱骂他的声音，有记者采访他，他只说，我看着自己银行账户就知道没必要生气了，我赢了。当他可以坐头等舱买全款房，和明星站在一起满足家人所有的物质要求时，面对辱骂就不再想发脾气了，他知道本事大了，脾气真的就变小了。曾经盖也是一言不合就动手的人，他认为通过争执赢了就是胜利，现在他自己连脏话都不想说了，更不屑与人争论，因为他的本事让他和那些辱骂者站在不同的高度，不战自胜还发脾气干嘛？本事越大脾气越小，这是一个过程。本事大了眼界就高，不是一点小吵小闹就能影响情绪，脾气自然小了。懂得提高本事控制脾气才是一个人成熟的表现。坏脾气是传染病，最先被传染的就是家人。心理学上有个踢猫效应，一位父亲在公司受到老板的批评，回到家就把沙发上跳来跳去的孩子臭骂了一顿，孩子心里窝火，狠狠去踹身边打滚的猫，猫逃到街上，正好一辆卡车开过来，司机赶紧避让，却把路边的孩子撞伤了。坏脾气很容易影响亲近的人，而我们又太习惯把坏脾气展示给亲近的人，一个家庭里有一个人脾气坏，整个家都不得安宁，不是带坏所有家人，就是把他们变得唯唯诺诺。说我自家里的事儿，我有三个姑妈脾气都好，都是白手起家，现在日子云泥之别。大姑妈和小姑妈都嫁了脾气好的，生了我两个姐姐，现在都在一线城市生活。我侄女侄子也活泼可爱，他们一点也不显老，精神十足。而二姑丈脾气很差，生了儿子从小打到大，表哥不爱说话，被打怕了，脾气很温吞，一点没有男子气概，现在表哥在乡下打工，也不肯叫他爸爸。亲儿子不认你，儿媳妇孙女会认你吗？二姑丈和表嫂矛盾不断，逼着孙女叫爷爷才给压岁钱，表嫂性格也倔，姑丈一骂他他就还嘴，侄女儿在这种环境下也变得很内向，而姑妈成天操心家里的事儿，面相老十岁。我们总劝二姑丈脾气好点，不要跟小辈计较，没想到他说，我就看见他撞倒了我东西，我就故意上去吵一吵。于是乎源源不断的家庭矛盾拖垮了这一家。坏脾气其实是一种自私，明知道可温和解决，偏要上去发顿火让自己爽快一下，对家人都如此自私，还谈什么生活幸福。
这样的家庭下，孩子要么以家庭矛盾为耻，抬不起头来，要么就耳濡目染了坏脾气，到处发泄，点燃更多矛盾。一个人脾气差，真的可以拖了一个家。情绪是一种最新的癌症，多年累积在心头的压抑、沮丧、焦虑，你可能遗忘了，但身体永远会记得。现代医学越来越多地证明，人的各种疾病和负面情绪密切相关。有一本书叫《Deadly Emotions》，致命的情绪，作者是美国执照家庭医生 Don Colbert。他在书中引证了许多近年来关于情绪和疾病之间的研究，比如经常愤怒和有敌意的人容易患有高血压和冠状动脉血管疾病，怨恨、悲痛、不能宽恕和原谅他人、自我憎恨容易导致自身免疫系统疾病，如类风湿关节炎、红斑狼疮和多发性硬化症。焦虑容易引起应激性肠道综合征，惊恐发作导致二尖瓣脱垂，压抑的愤怒容易引起紧张、偏头痛、慢性腰背部疼痛、下颌关节脱臼、纤维肌痛综合征等。研究表明，导致免疫系统出现问题的情绪排名前七名的依次是生气、悲伤、恐惧、忧郁、敌意、猜疑以及季节性失控，如夏季频发争执和摩擦，冬季抑郁患者会比平时多。脾气差的人最容易生气，也最伤害身体，所以最好的惜命方式不是养生，而是控制脾气。从经营我们与自己的关系，与父母的关系，与孩子的关系，与领导与同事的关系入手，从把握自己的情绪入手，当心情宁静、关系和谐时，疾病就会远离。世上的事可以分三种：我的事儿、他的事儿、老天的事儿。好好爱自己，用温和的方式解决我的事儿，少在他的事儿和老天的事儿上动气，是每个人一生的修行。一辈子什么最重要？不就是事业、家庭、健康吗？而坏脾气能摧毁这些重要的事，摧毁整个人生。何炅说过，别人不需要对你的人生负责，你才需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。发脾气就是对自己最大的伤害。人生像一只皮箱，需要用的时候提起，不用的时候就把它放下。因放下的时候却放不下，就像拖着沉重的行李无法自在。人生的岁月有限，认错、尊重、包容才能让人接受，放下脾气才自在啊。与自己和解，与世界和解，养一身好脾气，命里好风水都会不请自来。今天就这样，晚安。If only sleep
take